好，黑乎乎的不起眼。有句老话说得好呀，庄园有个小红帽，帽帽帽帽，死我找鬼了。猪猪啊猪猪，我还一点电击都没碰，老话也没说，你这个样子，粉丝又该说我偷懒了。我太难了。哎呀，哎，这一把都能砸到，真的是意外之喜呀。高高的山上有一位姑娘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真漂亮。摸出个手机打了半天，哎呀妈呀，没有信号。漂亮的姑娘跑到了山下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有了信号。从此以后又接你的电话。残血勾引勾引雷雷呀，嘿，现在只要抽到了，被砸垮了吧？不过咱这老雷弱，砸不动你嘞，提前放板吧。哎，闪现，小吧，交了技能还不算亏吧？失手了，娃娃手机。我说小小，你咋走了嘞？我坐椅子的时间不一定能够修完一台机呀、啊，你别走呀。小吧小吧，先修着，一会儿再让他们补。哈、啊，奈布来了，后无圈了，这边板子用完了，那我就去大房子方向吧。嗨，大蜘蛛很给我面子嘛，知道我下次想去大房子溜他，很配合的给我放了这边的椅子。空军给我救下来了，还很贴心的挡了一次吐司 ，nice！ 这下我还能溜他一会儿。从此以后要接你的电话，就得山上山下来回跑。人在江湖飘，心那没信号，我就没信号。闪现月半，小吧小吧，今天的仪态依然是凭实力祭天的呢。好好，谁看我？你你你！